玩音乐其实需要买很多器材的，然后呢花时间练，是比较花时间，还花钱。对，我们没有练团时间都要赚钱，对，赚钱然后赚钱来花，赚钱来养我们的音乐，见见世面。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都真的很厉害，然后我们都自己玩，不出来永远不看到。对，我都看不到一些厉害的那个其他人，然后这次出来就真的觉得看到好多好强的其他的学生这样。还有一个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。然后最主要是因为出来比赛会有评审老师会同样给一些专业的意见，对，很感谢你们，ありがとう。然后也想跟爸妈说，谢谢你们支持我的任性，没错，谢谢你让我们一直玩下去，希望谢谢你让我唱火音，虽然会把喉咙搞坏。